说话。你们周日也要处理工作？对，我们下周有个很大的项目，然后昨天还在干呢，晚上。昨天还在干？对，就回到房间以后。打工人呀。是呀。所以你来深圳多久了？我是在珠海出生，然后呢，我小学就来深圳了，然后我高中、大学回了珠海，然后后面又回来工作。对，我现在家里人都在这边。哦、你也是家里在这边？没，其实主要是想来这边发展，然后在这边找的工作。我猜一下，你是不是做技术像了？我像做技术的吗？不像，但是。那看来这不会是同一个公司吧？不可能，怎么可能？你可以告诉你在哪儿上班，哪个区域？我在粤海街道。粤海，科兴科学园。对。第四栋。这么有缘分。你在第四吗？你在第四吗？我在 C 二。你在第四吗？我想想 ，C 二是什么公司啊？我之前在 A 栋，有意思，挺有意思的，我觉得。这一波操作，在同一个园区上班。对啊，哎，所以你说，就是这种莫名其妙的。所谓的缘分，嗯，你几月的？我十一月的。哇，我也十一月的。哪天？十二号。哇，我十号。哇，我六月。那好近啊。好刚好啊。哎，什么血型？我 O 型啊。天哪，我 A 耶。好配啊。你什么星座？双子。哦，我是摩羯座。哇，我表妹也是摩羯。我上升是双子座。太棒了。来，我们结束这个尴尬的话题吧。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只要是你想和一个人深聊，什么都可以，哇，对不对，赵宇？就是这个所谓的共同缘分，其实是个虚拟概念，也不完全是，完全是虚拟概念。比如说，你可以观察刚才王贝，当他发现我们可能来自同一园区之后，他脑袋里直接就有李俊良很具体可能上班去同样的这个咖啡厅买东西的形象。所以他就不会觉得那么有距离感，然后距离就可以拉近。哎呦，真是！你说如果他俩真的都在那园区，哇！如果他俩能一块上班下班，就意味着他们比和其他人多了很多单独空间。我觉得他们也还没有到那么快吧。现在的客观条件使得他们有这种可能，这种可能就比别人更多了一些便利嘛。这相当于北京的怀柔，哦，怀柔，你就可以吃铁锅炖鱼的那种地方。对。黄黄，你是北京来的吧？对啊。那只有咱们两个是北京来的喽。嗯。你在朝阳吗？对，在朝阳大悦城附近。我公司在大悦城。啊，是吗？对。我们离那儿有多远呀？1.6公里，我走路都走不去。对，你们冷吗？会不会冷还没？还好还好，我不冷。马上就要到了。我真的感觉 CEO 有点不开心啊。因为贝贝不在。贝贝跟那个谁上车了呀？你都背着点。都抽出来了，你们先分一下，给我留一个就行。谢谢。太可爱了，好可爱、啊。这口罩在网上可以买到吗？可以。好可爱、啊，我喜欢这个图案。你今天坐那儿开会的时候，你特别像个家长。是吗？对，就是这个房东。我们可以听一点音乐吗？哎，你听过这乐队吗？听过，好听，好听。你可以听听他那个。我不。
叫什么？黑什么什么那个叫什么？这个也很好听，这个也很好听。这个什么？这个也很好听。就这两首不行。好，这是下两首给你播一下啊。心不在焉。好。好，下车吧。哎，这儿有药店。哎，你怎么知道我也要买药？买什么药呀？我要买个眼膏，昨天眼睛有点麦粒肿。哦，你那是过敏吗？对，有一点。你们买家居，我买吃的。我来了。行，交给你了。跟我走。吃的在哪边？这边有吃的，就从那边开始吧。要不要买点凉菜呀？晚上不用办了。对。不太好吃，可能没有做吧。那你要保证你做的比这个好吃才行。应该是没问题。我这样，我再买点手切的牛肉，切片吃。天哪！哎，有虾。那就做个虾滑吧。虾滑可以做啊。对，应该是没问题。橄榄油哪个是可以生食，然后哪个是熟的？给我，我看。这个就可以，这个牌子我吃过。那就这个吧。我面包要来一个吧。哎，来你这个好了。小林。其实辣锅鸭血也好吃。小米椒。哎呀，他第一面就说自己会做饭，会滑雪，会干嘛？差不多了，我们拿底料就差不多了。大开眼界，真的。贝贝，往左边走吧。嗯，往那边走。垃圾袋要不要啊？垃圾袋要的。那拿这个。我觉得各拿三个吧。他一直在打电话啊！哇，好忙。贝贝，前面看看吧。拖吧，要拖吧。那这个拖厨房。可以。厨房拿个大一点。可以。好。贝贝，我去那边看一眼啊。哦，他一直在叫他。他很细心的。拿一盒这个牙线棒，你们要牙线棒吗？可以买一个，大家可以用。那买两个呗。好，一个你们，一个我们的。找手套。我的手套应该就在这附近。CEO 很像老父亲。我会很喜欢 CEO 这种性格。目前为止 ，CEO 给我们很多他很自信的这样的一种，他很稳重嘛、他很成熟。对。跟他工作有关系吗？比如说他是一个小领导之类的。可能。